靠向下仑福安宫供奉主神是丈夫北辰岁，因为北辰岁自细汉到老拢非常介意画图，亲人为官，后人尊称伊为读册王爷。即间庙方甲下仑国小合作办理新生特别的活动，希望接到祝福仪式以及读册王爷的庇佑，或者学童未来学习会当更加顺利。家长带着学童走过代表智慧的门，靠后向下仑国小的学生，即天是来到下仑福安宫进行新生开别礼的活动，希望借着读册王爷丈夫北辰岁的保庇之下，让小朋友学习更加顺利。今天老师带我们来平安宫来体验，我们觉得很好玩，我们以后长大可以认真读书。我是下仁国小的学生，今天下仁国小带我来庙里拜拜，我未来以后会好好读书，给小朋友一个入学的一个开，就是我觉得是开智慧的一个象征吧，我觉得可以继续办下去。八千岁哦，外号叫做读书王耶，他就是从小就喜欢读书，所以一手拿笔一手拿书，他神像就是这样雕出来。他就是主要用意就是让希望这些小朋友能高高兴兴快快乐乐的上学，然后都能像我们读书王耶丁武八千岁这样用功读书，出社会做个有用的人。其实这个新生开别礼已经举办第五年了，那是准备高三和小朋友来请有七个不同的关卡，每一关都有一特别的意义，像在目牌中点字代表着出智慧的意思等等。学校已经是第五年举办这样的一个开别礼的活动，首先我们要尽守尽心，接下来我们要过三门，这三门上面有冲，希望小朋友都能够很聪明。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向丁甫八千岁致敬，再来呢我们要请庙里面的主委为我们的小朋友来点朱砂开智慧，那开完智慧之后呢，他们要去集虎，那再来呢我们小朋友也遵从八千岁的仁义忠厚，来我们小朋友用毛笔来亲手书写，希望透过这个传统的仪式，一旦好在小朋友有一个快乐的好恒心，我也珍惜到读书机会。记者谢欣采访报道。